十二点五十三分，欢迎回来钱滚钱，马上来关心一下加权指数的最新变化。今天真的是还蛮戏剧性的，可以看到一个 M 哦，就在分时走势上面竟然呈现了一个 M， 现在慢慢的往下来掉，7812点，下跌26点。大家在想说这个季线位置啊，本来早盘的时候只是一个下影线穿过去而已，但现在哦，是不是真的这个黑 K 要成型了，就这样子压在这个季线的位置上，让大家都有点担心说今天的电子股的这个卖压是不是真的非常沉重。因为关心到台积电的部分呢，不仅跌破100块，而且99块的这个位置持续的慢慢的在往下来掉，跌幅0.9%左右。刚刚有说到的，今天呢在电子的部分是不是真的要出电子，然后要去撑金融呢？光靠金融来撑盘的话，这力道是够的吗？可以看到现在金融保险的这个指数上涨的幅度也在缩减慢慢的缩减当中，0.7%，好像真的有被电子扯后腿的一个感觉存在了。接下来盘是怎么来观察？既然电子好像今天有点弱，全职的部分呢也是遭到灌压的一个标的所在，而金融好像要涨上去，但是这个涨的幅度力道又不太够，要怎么来操作？马上为连线是联华投的分析师张嘉轩。嘉轩午安。易华你好，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嘉轩，今天是不是真的金融我拼了命的在往上涨，可是电子就在后面扯后腿，要怎么办呢？接下来这个盘的话，今天看到生技很强，可是生技有些投资人会怕怕的，因为毕竟是本梦比的东西嘛。接下来的话，金融真的是有机会说可以重新的主导位置，可是它的力道够吗？你的观察？好的，我想如果说只单靠金融在撑盘的话，那这个大盘或许短线在季线会有止稳的机会，但是电子股如果说在这边都没有发动的迹象的话，那我认为对于未来的行情可能就有稍微要比较保守的必要。因为我们在昨天的连线当中我们也谈到，就是说有两档指标股在电子里面的非常重要，一档叫做2330的台积电。我们昨天说100块的整数，三位数的整数关卡最好不要失手。如果一失手，其实台积电第一个它上方的跳空缺口也还没回补，那因为本来100块就是它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关卡。外资最近其实对于台积电好像这个就是当作是提款机一样不断的在卖，虽然我们看到关股里面也有在这个护盘，就是说我们发现最近的八大行库其实对于这个台积电它是也有在做一个买超的动作，可是如果说外资不停止卖超的话，那台积电可能相对上就会显得比较弱势。因为毕竟如果说台积电弱的话，它是台湾的第一大权值股，对于大盘的一个指数来讲，可能要再往上冲的那个力道就不会很强。那第二档我昨天也跟大家讲要观察的是2317的鸿海，因为它是先跌，当然它有先止跌，它先止跌从797到昨天的一个高点，其实它的反弹幅度也没有说很强。那如果说这个先跌的没有办法在这边止稳再往上的话，那再像又有人往下了，像比如说台积电，那这样子会变成电子股里面它比较没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主流。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刚才易华有问到单靠金融，我认为对于大盘而言是蛮吃力的，因为毕竟我们有55%的这个市值是在这个电子股里面，所以如果说只是靠金融，我认为可以撑，就是说在季线因为接近7800嘛，可是如果说这个量能，其实我们发现在这个其实农历年后我们一直发现这个量能没有办法来到1000亿以上，那没有来到1000亿以上，就是又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比较供给的一个量能。即便我们看到金融其实它在这边有撑盘的一个效果，可是如果说把金融扣掉的话，其实不论是从这个电子股或者是说我们从整个传产的一个个股来讲的话，有些这个个股其实它大致上都已经跌破极限，像譬如说我举例1301的这个台塑，它已经破极限了，1101的这个台泥它也破季线了，这个都是在传产股里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个股，所以。